我叫岳景霞，今年90岁。这个形象太好了。能提供情绪价值。哎呀，他得活络你。这是那谁呀？中央电视台央吧。就喜欢你主持那节目。我可以了，那个节目叫起来怎么样？他算嘛？我们猜一下，谁是老师，谁是学生？电杆运营好搭档，精彩纷呈齐亮相，智慧球宝出题官，臭味扬帆站台上，各路英豪夺大奖，接球答题开宝藏。欢乐对抗赢大奖，越战越勇好搭档，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这几天我们迎来2024年的开学季，而且我们也即将迎来2024年的教师节，所以在这里啊，帆哥特别提醒各位同学，不要忘了在教师节的时候给我们亲爱的老师送上节日的问候。本节目由王老吉特别呈现，王老吉润喉糖，清凉润喉，清新口气。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首宝团的五位，哎，今天怎么变成四位老师了？老师们好。哎呀，今天这成员那是相当的厉害。首先我介绍右手边的这两位啊，主持人宋雪莹还有伊思。大家好，大家好。伊思坎德尔，他去哪儿我打哪儿。这是雪莹。这是鸟云，这是全场我最行。掌声！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个伊思呢是我们总台的全新的主持人，欢迎你啊！而且也是新疆人，长得很帅，被称为尼格买提的接班人。帆哥在这官宣，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接班，不能让小尼哥听到。今天带了这个新疆的乐器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好，那我来弹，那雪儿姐来跳，尝试一下。好，我来试一试。小瑕疵，你们两个年轻人表现得那么好，让叔叔阿姨站在旁边很尴尬。这是怎么尴尬呢？以为我们陈奕晨老师就不会跳舞吗？就是真的。音乐继续响起，我们陈老师给你示范一下。哎，来，进来，进来，进来。你说哥，你要卖羊肉串儿？不是，音乐呢？我有小英，你给搬一下音乐。小英就在这看着我，就一点不想给你搬。我在欣赏你的舞姿。3、2、1，Go！ 走。这就是舞台经验，人陈老师跪都要面对着观众跪。小心你那腰，哎呦！小心你那腰，哎呦！谢谢你们。今天呢，我作为团长也携一名大将啊。这是什么将啊？黑将。你没看我俩都小粉吗？来 ，1、2、3，Go！今天这个组合我怎么看着有点不太适应呢？你不是队长吗？哎，是。今天呢，我也想体会一下接球，所以今天呢，我这个就跟陈印泉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别聊，别聊，这节目都开始了，怎么还聊呢？赶紧的。哎，你怎么来了？我那答题啊，我不是你不是这在洗手间？不是，我学习去了，我就为了护宝上洗手间去。你瞅瞅，我想去接一回球还不行了。哎呀，行了，关玲。接球也是体力活，你可以让给这个两位男士。不过这个刚才坐那个陈奕泉边上一会儿，我还真有点耳朵受不了。对，大推密加四。这俩人过来，你耳朵更受不了。那你们有自己的口号吗？我们的口号就是包袱抖不停，答题一定行。今天不废话，地面全拿下。好。今天我们现场请来的这三组搭档全部都是师生组合，欢迎六位。越战越勇好搭档，我们六个一起上。好，还好呢，六个一起上要群殴啊。
下来我们先有请四位成员进入到我们的开讲时刻，来各就各位，三二一开始。好，动起来动起来，哎，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哎，左右动一动，左右动一动，侯振鹏往前一点，重点要接到真默契，对，哎呦，光听见声没见着球啊！好了，没有了，多少？来来来，我们清点一下数量哈，八九十是吧？六七七个八十八，一共十八个，有一个红球，对，乘以二，三十六。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十六份礼物，希望你们六个人能够把三十六份礼物全部带回家。好，辛苦各位，我们先稍事休息。接下来正式进入挑战，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一组挑战搭档闪亮登场。欢迎二位。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来吧，我们先听二位的自我介绍，好吧。大家好，我叫马红云，今年十二岁。我身旁这位是我的 English teacher, her name is Alicia. English teacher, 英语老师。来，英语老师，我是在悉尼长大的天津人，我是一名儿童的英语老师。老师身材好，我还以为教跳舞的呢。是，没想到教英语。哦，我看见过您，我回来了，我想起来了。呀，我就知道你知道我。啊，啥意思？你们俩还互关了是吗？老看见他那个英语说特别好。我以为你们俩在澳大利亚见过。刚才听刘老师啊，这个天津的口音其实还有点重，能教英语吗？能啊。英语是不是都在这个天津味儿的英语啊？哟，我直接给你来一段上课不完了吗？行啊，好啊，那来吧啊，那个大家准备好了，咱要开始上课了啊。那么今天咱学一个新的单词啊，老师教一个比较简单简易一点的啊，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哎，同学们重复一下这个单词。棒子了，你给他们来一个，你刚才 super love blue。 你以前学会了吗？没有。 OK, now OK, 这英语学的都是水全全的。老师您确定您说的是一个单词吗？是这么老长。那么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倍儿棒，倍儿好，太好了。老外说太好了，这么富。哎呀，再学一遍，再学一遍，来，我们全场必须把这个单词拿下。大家记好了啊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怎么唱？手扣都出来了，您这修车呢。但是我发现刘老师在说英语的时候，那个感觉可跟讲天津话就不是一种感觉了。我老觉得他有一频道，噔儿一摁，他就是那个天津的，然后噔儿一摁，然后他就有开关是吗？手一举起来就开始了啊。其实那个天津那个方言啊，就跟东北方言一样，就是自带喜感。嗯呐，对。但是呢，天津话说多了之后，就老师那个威严的感觉是不是就没有了？比如说，宝贝儿，你有遇到过老师生气的时候吗？哎，还真有。老师生气什么？老师讲单词的时候，底下有同学溜号了。那 Jason, 你给那干嘛了 ？KCK 的，你除了上课，你骂都卖干。Jason 太倒霉了。但是感觉老师好像也不是很生气，不严厉。在眼里，他天津话出来，他也不严厉了，对，不严厉了。对，我觉得这是天津这块土壤的一个特点。哎，好像始终好像就没有那个特别紧绷的那种状态。嗯。所以现在网友就评价天津，用了一个词叫松弛感，就很向往在天津的那种生活啊。还有举例说明说有什么在街上遛鸭子的，就在海河呀里边遛狗的。和大爷是吧，反正就是很多人和事儿组成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和这个讲天津话是一样的。对，一个是松弛感，一个是我们天津人更能提供情绪价值。来，我给大家就是展现一下我们天津人有多能提供情绪价值。陈老师方便那个过来了。行了，我来了，来了。现在是不是要天津大姨碰上北京大妈呀？
事儿，那还得用那种表演的腔调。搞错了，再来。哎，费劲了，跟你分享好事儿。哎，浮夸了。大事儿，我呀，在单位升职了。呵，太好了，我告诉你。好嘛，你这太强样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哎呀，你就应该的，知道？早我就改这，没错。哎呀，全都照我擦完了，你是有那么很开心吧？天津人干嘛都特别夸张，俩人特哎呀，你丢了，我可有日子没见着你了，可不嘛，你们俩这谁给谁提供情绪价值？天津人爱唠，停不下来。对，北京大妈也一样啊。哎呦喂，什么的 ？No， 北京大妈呀，她是理智当中带着热情。比如说呢？这谁呀？哎，杨帆，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我这个，就说你们这老同事，都是跟我这，你知道吧？他得老盘人。对对对，确实是。天津的大妈是真捧着。哎呀，他得糊弄你。姐是那谁呀？总讲电视台杨帆。哎呀，我鼓掌啊！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啊！哎呀，我很想听那节目比较起来怎么样？我跟您说，他这么没礼貌。就这些央帆主持那开门大吉，我俩都没分清谁是谁。其实各地都会有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感觉的词，但是天津是比较极致的，对吧？对，哎呀，他就是夸张的。从这个面部表情啊，手部动作得葫芦，嗯，啊，有时候你说虽然说一点那个仔细的事，你可能还得摘个毛啊什么。妈，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样，摘个毛。好吗？就是这样吧，您二位现在就是北京大妈和天津大姨。哎，我跟你说，就这衣服，哎，砍袖儿，哎呀，别穿的，妈呀！哟呵，我哎，别穿的。我也叫我们爷们儿来，是吗？我的意思是，北京大妈和天津大姨谈话，不是北京大妈和天津大姨打架。而且我跟你说，你 Q 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话题，天津爷们儿真来了，你回来吧，赶紧跑，留神，我呀，腿都软了。来，咱们有请有请。幸亏你下来了，可不是嘛，好家伙，他能当家具给我拆。你好，你好，啊，我的名字凯，凯，他叫尖儿，我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他是我的老婆，欢迎，都说外国的男人吧，有时候他比较懂浪漫，追女孩子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巧思，怎么两个人就他就疯狂追求嘛，咱是不太同意的，身边也有跟外国人结婚的，有那种。他们结完婚之后就会吐槽说，外国老公好像总喜欢 AA 制，我就怕好嫁给他之后，我们家得过嘛样的日子呀？结果呢？实际上呢？实际上呢？都是你买单。实际上就是完全相反，就是现在也是超级奶爸，我们那个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照顾我，很细心啊那种。剩下就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已经发胖的样子啊。他瘦的时候长得像费翔老师，应该说像费翔老师胖了的时候，胡子什么都像，是吧？尤其那个大眼珠子，那个蓝绿色，帅气，当然可以理解嘛，情人眼里出费翔。其实我们都说到这个中外的婚姻啊，这个组合在一起的家庭当中呢，由于毕竟之前两国的生活的文化不太一样，真正生活起来会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对，他们饮食习惯很怪啊，我就说比如说吃饺子他们蘸酸奶，然后绿豆汤它里面要搁盐和肉，所以就是他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怪，而且他妈妈过些日子也要来嘛，所以就第一次来中国吗？对，都没见过，没见过就是、没见过。对，那你会紧张吗？见到婆婆？还好，我比较期待，我就感觉很好奇对这个人，因为他有洁癖。干净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看，就是我之前长痘啊，
就是说如果他说的说如果那个我婆婆来了，就是你说你尽量别做饭，你要长痘。为什么？他就感觉可能长痘的话不知道可能掉碗里吗？而且他那个灯泡啊什么的就隔两三天就得拧起来擦一擦，再拧上去，多累呀。我感觉他也继承了他妈这个，他就负责在家擦灯泡。别的没有，我就想让你老公上我们家也住两天，那灯泡十多年没摘过。现在中餐呢吃的习惯吗？那你看看这体型就知道。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大卤面，大卤面，真棒，真香。当然，我觉得吃的问题啊，对于他们家庭来讲应该是小事，因为呢，毕竟天津美食太多了。对，我比较关心的是孩子的培养。教育怎么说呢？语言的话那就是天津话，英语，对，天津话排第一，然后英语，然后还有一个他会的俄语，他还会一个土耳其语。孩子将来外语应该不成问题。我的中国话不错。那今天咱是不是得展示一下咱们首保团的这个外语能力啊，对吧？这个国际化视野的团队。我来一个，凯哥说他会土耳其语。他帮我听听这句话我说的正不正宗。Ben seni çok seviyorum. Oh, teşekkürler. Oh,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深深的爱着你。哦，但我只问这一句。我问一看他知道吗？啊，你这 English 也可以啊。哎，你试试啊。嗯，这有必要我爷。我啥意思？现场有土豆叶吗？给他喂。又不是你吗？碧尔啤酒，啤酒，碧尔，欧耶不欧耶，欧耶，哦，酒量大不大？酒量，欧碧尔爷，他说他能教点俄语吗？啊，可以 ，Teachers， we love learning， Maple Bezim， Maple Bezim， it's we win， 我们赢了，所以我看没。Po Bezim May Po Bezim May Po Bezim。 你看人家这是给自个媳妇加油的。 May Po Bezim May Po Bezim。 对，这个还特别适合咱们节目。来，咱们一起来啊，咱们五个啊， 1,2,3 Go May Po Bezim。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一轮的挑战了，选谁？来吧，陈印泉老师，来吧。来呀，不打不相识，有请陈印泉、侯振鹏。来，有请秋宝出题。先听题，以下诗句中哪一个描写的是春天？这么快了？对，我们这手速。来吧，看看哪个是跟春天有关。我觉得啊，梅子金黄，杏子肥，这是夏天呀。杏肥的时候正好菜花稀嘛，菜花是这个初春嘛，三到四月份看油菜花的时候，我没错，三，这差不多。对，春天。春天。对，说半天春天。夏天。那在春天。那就是那个这个。二，对对，绿这个万条垂下绿丝绦。好，二号是不是正确答案？三，接住了啊。二，一。好，上来我们就手把通关。不错啊，不错啊，虽然话有点碎，但是答案对。其实这个分析特别简单，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后两句是什么？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二月代表着春天来了。我们手宝团旗开得胜，加上一分啊，还一分了，1-0领先了。请听下一题。请听题，据说天津是由皇帝赐名，天指天子，津指渡口。古代的天子称自己为朕，那么别人称呼太子叫什么？完了，啊，这个猜不过。有何？别人称呼太子，麾下、陛下、阁下、节下、殿下。太子殿下吗？太子殿下，是吧？对。如果殿下要不对的话，那这影视剧里边叫太子殿下都错了。用英语来讲就是什么呀 ？Your Majesty，Your Royal Highness，Your Royal Highness。
就是有殿下，对，有瑞尔哈尼斯，那就奔殿下这儿来呗。像阁下这都漏着，你看我们这还能给外国友人翻译，哎，太好了，我告诉你啊。看殿下是不是正确答案？来，三、二、一。先要加上一分，你看我们手宝盘现在对你们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对吧？小马，你这个英语的知识怎么都没用上呢？这两道题，英语跟这个英语没关系，这都。来，有没有再考考我们天津话的知识点？请听下一题。请听题：天津被誉为曲艺之乡，许多著名的曲艺大师都是出自天津或在天津发展成名的。那么请问以下曲艺形式中哪一种发源于北京，发祥于天津？好，我们抢到了啊。这对我们现场这俩相声演员是吧，这曲艺的题他们肯定没问题，咱们就抢得先机。不是发源于天津，对，相声吧，北京桥底下讲相声先。其实西方它叫什么，可以叫 cross talk，对着说的 stand talk， 对，站着说。没有相声，只有 comedy。相声其实可以说是什么 Chinese comedy。对对。那您给翻译一下英文大鼓。Yeah yeah， that is okay okay。北京咚咚咚 ，big boom。确定答案了吗？就相声，相声，谁来接球？加油啊，你可得解住了，加油啊，来，请准备，三二一。准，听听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答案。天津虽然是相声发展的一片沃土，但是它是相声的发祥之地，而相声的形成是在北京。长知识了，我们要给师生组合加上一分，抢得先机还是蛮重要的。对，请听下一题。这是一道视频题，请看视频。愚师必缺，穷寇勿迫。怎么样？如果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请听题。电视剧《狂飙》的热播让《孙子兵法》又火了一把。这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12年的兵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而且从其中产生了许多成语。那么下列哪个成语不是出自《孙子兵法》？好，不是出自《孙子兵法》，对吧？对。我觉得是速战速决，因为这个是老师说的比较多。快下课的时候，来速战速决啊！赶紧把这15分钟用上，咱赶紧得写完就下课了。同学，你跑出去了，你是不是属于经常出错？兵法的话，咱们知道，但是咱不能说呀，是不是？咱们这道题你们也知道啊？对，知道。哎，我是知道的。你做一种排除，就是孙子兵法它是个兵法，它得有其寓意，你在这几个里边你去看这个兵无厌诈，它能讲出一个什么什么来。那我们经过那个老师们的这个暗示，我们选出兵无厌诈啊啊，听他们俩的暗示你算倒了霉了。人家俩有点说懵，我觉得就是速战速决吧，要不是吧。我们来看一下速战速决是不是正确答案，请准备，三二一。我太难了，不好意思，你们帮我们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的，咱们选吧。咱们选就是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它是一上下句，它肯定不在这里头。我一直特别欣赏和喜欢陈意泉，就源自于他的自信，是不是？我还真是，咱们就是自信，金蝉脱壳，金蝉脱壳。对、啊，那你想选这也行啊。咱们就是自信。二哥，你怎么了？二哥，他不是兵法。哦，对，我说那是36计，对，金蝉脱壳就36计。36计，对对对，36计就不是孙子兵法里的。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俩分析了半天，刚才的都白说了。对，我刚才按36计那么想的。那你给人家出招。来吧，小猴，来，请准备，三二一。哎呦，真的哎，
不乱了，乱了，这肯定是三连。其他四个是来自于星子冰糖。可以呀、啊，侯振鹏，这都知道吗？哟呵，来吧，都给我们介绍介绍有哪三十六计？有美人计、调虎离山计，然后这个什么？讲刺猬历险记、西游记、越战越勇记。所以三十六计你们就属于重计，这分得加给啊首宝团了。不错不错，三分了。来，我们还有最后一题，请听第五题，请听题。成语是汉语中定型的词组或短句，它多为四个字，也往往代表着一段故事或者典故。那么请问在下列几组中哪一个不是成语？哎哎，我摁了，但我不代表我会啊。就这里省快了。对对对，我这还一直在等着英语的题呢。这样你用天津话，用天津话就慢慢就找找感觉了啊。男莫女泪，国事买雷，雷买雷，天津话叫雷是吗？雷雷，听您说话我都惦记去狮子林桥看看。热锅炒菜，这热锅炒菜这不应该是成语吗？这家常大白话吧，这个铁板腌菜也有点那个。那我选蛤蟆裤呗。对吗，陈老师？您别问他，他又不是蛤蟆。热菜炒锅我也感觉。热菜炒锅，炒菜反了。热锅炒菜，热锅炒菜像。铁板一块的，铁板鱿鱼。最后五秒钟时间喽。那我们选四，铁板一块。来，请准备，我们看看铁板一块是不是成语。三、二、一。Welcome back. Not 铁板一块，排除掉一个了哈。那咱就男莫女泪。男莫女泪可以啊，我这回来了。行，因为我这方面，体育这方面是棒。就你这姿势，您在忙什么？是想接球的。请准备，三、二、一。运圈，你刚才站的那个姿势、我觉得把你放到三星堆里都不危险。我改这大力人了我。来，我们听球宝解释一下。男莫女泪是网络流行语，2010年初曾经出现，全称为男生看了会沉默，女生看了会流泪。哦，网络用语。对，好，当然最后这个成绩已经锁定了，那我们的首宝团最终以3-1战胜了挑战团，不错，所以很遗憾不能晋级。真没想到侯振鹏和陈运泉有这种实力，是让我大跌眼镜。没想到，就是确实是会的太多了我。来送上我们越战越勇的一份心意，我们为二位准备的是总裁的文创产品。谢谢谢谢。那也谢谢我们这一组选手，谢谢，台下就坐。挑战继续，接下来请上我们第二组师生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这是一个运动风组合，奶奶一上台拿了一个篮球。奶奶你好。杨凡你好。哎，宝贝儿你好。好，你好。二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胡鹏俊，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4岁，这是我的奶奶兼我的篮球教练。哦，兼教练。我叫岳景霞，今年90岁。90岁的篮球奶奶。哎呦妈呀，这太年轻了，真看不出来。别光说我们长得年轻，有人敢相信吗？90岁的老人家还可以打篮球。今天奶奶和小孙子登台就有一个目的，挑战我们的首宝团。谁会打球？不是的，这个我奶奶在台下就跟我说好了，要跟您切磋切磋。虚惊一场。哎，您这属于挑软柿子捏。那我也得挑一个搭档好不好？有没有会打的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专业解说篮球。是雪莹。23号对吗？啊，对呀。哎呦，这你喜欢呀？不是，我生日23号，喜欢我。那我们俩一对，你跟奶奶一对，我跟我奶奶一对，好吗？哎，
不求吧，咱们。那我们俩现在开始进攻啊。Round one。这个球架子够高的。可怎么投啊？哎呀，我看奶奶投完这几下都不累，好轻松啊。行，哎，你跟奶奶拜托，我跟我们年纪相仿的 PK。年纪相仿，这个范大爷，一定要进啊，慢一点。干什么？你好恐怖！太夸了，可惜了，可惜了，奶奶赢了。主要是个防守压迫感太强。三、四，一上来就有感觉，有话。Ready go！ 哇，哎哎，有难度了，上强度了。我还有这样？往脑袋上。试试是小伙实力怎么样？哎呀，来来来，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我让你投篮，你加什么花？我操！这防守，我要想哨了，想哨了啊！你看失误了，不好意思，被我干扰到了吧？叔叔这铁血防守啊！该你了呀，老师，我看你有啥实力。叔叔，你悠着点，后边还有节目没主持完呢。到了一个战术性的咳嗽。现在到了杨帆老师的时间。哎哎，球了球了！哎呦呦，这是一个总数吗？哎，一个总数吗？哎。这蒙的太厉害了，这个。哎，别光顾着炫耀，还有球，还再来一个。啊 ，no！ 啊，这个金钟脸。弟弟还要主动请战了。我宣布，我们打成平手，可以吗？啊，为什么呀？我投这么多，哥。在我心里，你已经赢了。行，谢谢学英，休息一下，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奶奶。90岁还可以打篮球啊，太厉害了。在我们这个台上，毕竟场地比较小，如果是在平时家楼下的那个篮球场，奶奶的表现和今天还不一样。而且奶奶，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呢，就跟您打球的可不像是什么老年大学的同学，不是其他的奶奶和爷爷，都是小朋友啊，都是同俊这么大的，对吧？对，奶奶还跟我很多同学打过篮球，我们很多同学都甘拜下风了。你们同学都打不过奶奶？对呀，所以奶奶在你们学校特别有名。对，我都会给我的同学们分享分享我奶奶的这些经历啊和历史。哦，奶奶的历史，大概是2019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他曾经去俄罗斯打过一场球赛。对，奶奶当年是也得80岁哦，80多岁了。80多岁，对，大部分都是比奶奶小特别多的。一员真正的老将，您这一出场，对手有没有吓到啊？这个白头发的，这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吗？当时的成绩怎么样？当时成绩奶奶是9，然后俄罗斯那边的战队是5。哇，太厉害了，80多岁。对，也从俄罗斯带回来很多好吃的。就练练吃，这个吃的真香啊。比赛和平时练不是一个概念，不一样，有对抗的，对，容易受伤的。但是我打后卫，我不会撞人家，我都是这样看着你，你跑走吧，你走，你往那走，你往那走。
您走。所以您就把对方得分的这个球员给防死了。防死了啊！说一下气的指挥我，你怎么老看我？我说对不起，我不是看你，我看假的。就是给对方那个队员呀，心态都给帮崩溃了。奶奶那场比赛打了多长时间？10几20分钟？40多分钟吧，几乎打了满场，对，差不多满场。正式比赛，奶奶还抢了很多篮板球，还抢篮板。你这身体条件太好。我身体可好了，我什么毛病都没有，能吃能睡。那我又练起了瑜伽，自己编一套，把它教给大家。行，借这个机会，有没有踊跃一点的女生上来想感受一下呢？行，可以。这边这组。陈印泉，人家说女生，我这叫什么话呀？这是陈老师，来吧，90岁的奶奶现场教学，仰卧起啊，起来，可以直接摸到手，慢慢来，慢慢来，因为你韧带没拉开。慢慢来啊，奶奶还鼓励呢，韧性不太好，再起，慢慢来，不要紧的，总有一天你摸着脚面子，总有一天，第二个动作，哇，第二个动作就更难了，第二个躺下，帮你。哎，可以，哇，雪莹很厉害，真的很可以，挺好的，你在做的蛮好的，可以我的，哎，慢一点，没法收宝了，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奶奶，送给我们的老师，也谢谢我们的收宝团。所以看了奶奶经常做这样的瑜伽的动作，知道奶奶的肌肉，这个筋啊、筋骨啊都是拉伸开的。对，打这么多颠球是一次伤没受过，对吗？没有过。包括我看奶奶的牙口都是。我的牙全是自己的，一个烤瓷都没有。哎呀，真棒！我能吃能睡。哎，到这个点8:30准时要躺床下。8:30就睡了。8:30。奶奶能不能挺到9点？我们节目9点播完。你播到10点我也能挺。哎，一定要锻炼。早晨起来，我在床上躺着，因为我没法拿着瑜伽垫子躺到那个马路对面那儿，人家要不到以为那人死了，那又怎么搞的？我就那个在床上练，必须要做的运动。我奶奶经常就去小区门口的篮球场啊。去打篮球。说你学篮球是跟奶奶学的？对，大部分都是跟奶奶学的。啊，奶奶在当教练的时候还像奶奶一样吗？会不会是因为教练我们想象都很严厉的动作不到位，加力，不要为了吃饭。当奶奶的呀，你还严呢，不行就啊。是奶奶也很疼我，有次就是没考好，我爸就非要打我，奶奶就不行，就篮球防守不能打我孙子，所以不能打了。我们过去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这样的老宝贝，每个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幸福。在运动方面我们向奶奶学习，一会儿在答题方面祖孙搭档一会儿也好好配合，好吗？谢谢。接下来来根据你来决定选一组搭档。我觉得那个穿粉色衣服的哥哥和中间那个穿粉色衣服的姐姐，他们俩一直都没有上场，所以说他说的是我们俩哈。啊，对。我们那个伊斯哥哥呢和雪莹姐姐，他俩是一队的。对。哦，那两个队不能同时派一个代表来挑战我们吗？哇，这个你很狂妄嘛。他想挑战。刚才呢我们的首宝的这种感觉你也看出来了，你得想着得让奶奶你们俩一块赢，要跟我们俩呢就难度大一点，就我们比较好赢，对吧？那咱们得展现，我们给奶奶上上场，有请小一和雪莹，好吧？好，有请球宝。请听题，在篮球队中球员选择用哪个号码，要么跟场上的位置有关，要么是为了纪念以
破个人喜好，请问在下列号码中哪一个最不可能出现在国际赛事的球场上？抢完人机直接都去了啊？不是抢吗？是抢啊！对啊，那你说一下，你想选几号？三号。为什么？因为一个手指、两个手指和三个手指分别代表，一是代表什么？罚球，罚一个球。罚一个球。对，二两个手指是罚两个球，罚俩球，三个手指是三个球，最多就三个球。所以说，猜出罚13个球和66个球，还有99个球。哦。但是裁判的手势有时候也对应的是球员的编号。是的。如果这个有重叠的话，有时候会给大家造成一些误会。是。三号以下是没有的。是。好，那你就去吧。弟弟都这么自信，感觉我们好，请准备，3、2、1。哇，小菜一碟，来加上一分。球宝，我们小朋友刚才解释的对不对？完全正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请听题。篮球、足球等球类运动可谓世界上最受欢迎、粉丝群体最多的体育运动了。那么，以下球类运动中，雏形出现最早的是哪一个？没事，这个我们有把握。以下几个球类，相传出现最早的是哪一个？手球、足球、篮球、马球、棒球。足球，因为它早在3000年前就被我们老祖宗发明出来，它的原名叫做蹴鞠。自信，这都是现在你们上学的时候学的内容吗？啊，是的。什么课讲这个知识？体育课。体育课。啊。哦，体育课讲理论啊？这么专业的吗？哎，厉害了。来，我们看看足球是不是正确答案。3、2、1。好，这小伙子真棒。来，球宝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正确答案。马球和蹴鞠都是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的球类运动，蹴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马球大约起源于汉代，蹴鞠出现的时间更早。完全正确哈。嗯，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手宝团策略得发生点调整。你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他一点不懂得做节目，完全不让啊，没有人情世故。对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手宝团是初生虎犊就不怕牛的。我们加油，我们要先抢下来，就是不管答没答对，我们都先抢。别客气了，好吧，再客气就没机会了。好吧，我们为挑战一方再加一分。请听下一题。请听题。提到衡水，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衡水老白干了。那么请问老白干为什么叫做老白干呢？好，抢到了吧。为什么？先看看选项。等等。为什么？不添加水分，水分含量低，口音度数高，还有晾晒的工艺。这是什么呀？我都不知道。小易有点难啊，他要在新疆长大，没那么了解。雪莹是哪人？我是青岛人。青岛人喝啤酒的。对。我想排除不添加水分。啊，为什么不添加水分？它不就成消毒酒精了吗？嗯，完全没有水分的话。哦，对，对吧？不添加水分，酒怎么能？酒就是水。度数高也排除，因为白酒的度数无非就那两种嘛。嗯，40多度和53度，好像是。雪莹，你是真不喝高度白酒。也有更高的是吗？我觉得是不是口音，因为他专门说的是在衡水，如果跟地方没有关系了，他为什么要提一个地名呢？我跟你说，还真没准是口音，因为你没发现有那几个答案都很接，不添加水和水分含量低，其实它很对啊，差不多嘛。那咱们就选3，我去了。我们来看看口音是不是正确答案，请准备3、2、1。哎呦，来吧，可惜啊，没抢到。来吧，小帅哥。书面来理解的话，老是时间长，白是白酒的意思，干是比如说晾晒吧。啊，分析的怎么这么头头是道？解释的很有道理啊。可以。了不得啊！来，请准备，
三二一。哎，那你可以接。哎呀，度数高，度数高，分析的很好，但是没分析对。衡水老白干已经有1900年的历史了，传说是因为度数足够高，用火点燃灼烧后不会剩下水分，所以得名如此。很遗憾都没答对，没接到球，所以不加分。来，我们来看下一题，请听题。90岁，各位高寿，我们先希望奶奶可以突破100岁高龄，健康快乐。谢谢。那么请问，在下列关于寿的描述中，哪一个的年龄是最长的？啊，这个不知道啊。哎，冯俊又想到了哈。小伙子，这真是这胆儿大，你知道吗？我认为是头发白了就叫白寿了。嗯，白寿现在你看那个陈印泉的头发现在就是染的。我也白的呀，对。40岁就已经到了白寿了。对，我都白，我要染头发这个不染，跟奶奶一样。哎呦呵。这个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了。那你可以蒙啊，蒙啊，四短一长，学最长。给人带偏了。还历寿会不会是正确答案？请准备，三、二、一。不行，那个答题规律在这儿不好使。首宝团实现零的突破的机会到了。是这样，你们就去分析哪个代表更悠久啊？对呀、啊。那就查寿吧，走吧，加油吧。查寿是正确答案吗？三二一。哎呦这伊斯咋回事儿啊？就差一点点。对不起我的姐，我觉得你不应该叫伊斯，你应该叫不好意思。太遗憾了，送到嘴边的球飞了，不好意思。那我们听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答案。因为白比百少一笔，所以白寿是99岁，还历寿指的是61岁，喜寿指77岁。有米字，因为有两个上下颠倒的汉字八，所以指的是88岁。哦，而茶寿是指108岁。哦。哦，你看我还以为100呢，比100还多。哎呀，太遗憾了，没接到球，不能加分。对，请听下一题。请听题，说到计数单位，个、十、百、千、万、亿、兆，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再往上更高一级的计数单位叫什么？这我来。这个有点难度了。我看你的表情。确实没见过那么多钱。我觉得这几个字里面，它的重要程度最高的一个是吉吧？不是，那你那个吉是形容词，总不能是正吧？正不是平常写的时候1、2、3、4、5笔吗？正最多代表5。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成语3年5载，那个载字，那也就比年多一点。那是计量单位吗？那是计量的吗？你觉得是哪个呀？就那吉。我跟你说，你月你说弄了几亿，然后多少兆，你不够着急的。你就说钱多到那份上就着急了哈。确定了吗？急了，咱就急了吧。哎，雪莹试试啊，有点紧张了，这万一对了没接住，可就麻烦了。不会的。三、二、一。哎，哎呦，白忙了。都选急，你以为你们是王老吉？给你们排除掉错误答案喽。我认为是中间的鲸。为什么选鲸呢？我在一个短视频上面刷的。我们来看看啊，鲸是不是正确答案呢？三二一。这也传染呐。承让了啊。一兆是10000亿，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单位了，而一经等于10000兆。啊，长知识了。那我们来回头看看这个结果哈。目前5道题结束之后，祖孙搭档以2-0成功晋级。好，欢迎来到巅峰对决。180秒倒计时开始。请问骨质疏松症状主要是因为人体缺少什么矿物质？骨髓质。错误，缺钙。请问有天下第一奇山美誉的黄山位于哪个省？安徽省。安徽。正确。
请问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的是哪一天？那个秋分。错误，夏至。请问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自称是什么？齐天大圣。正确。请问传说中雷公的妻子叫什么？疯婆。错误，变母。到我们。请问世界游泳锦标赛最长的是男子1500米什么游泳？游泳最长的世界游泳自由泳。正确。哦。请问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谁的诗句？李白。错误，陆游。陆游一看就是懵了。请问按照传统，春节时贴在窗户上的剪纸又叫什么？窗花。正确。请问蝙蝠休息和睡觉时会保持什么动作？倒立。正确。请问西游记中红孩儿的父亲是谁？牛魔王。正确。请问完了，咱们还有时间。造纸术的是东汉的哪位发明家？毕生。错误，蔡伦。请问有点遗憾，相传嫦娥在月亮上住的宫殿叫什么名字？是那个什么宫？什么宫？什么宫？他那个韩那个什么韩宫？广寒宫。广寒宫。正确。见到。可以，祝贺祖孙俩可以拿走三份礼物。耶、yeah、恭喜你们。来，祝贺我们的两位选手，获得的奖品是佳佳怡洗衣液。佳佳怡顽固污渍没问题，本节目由顽固污渍没问题的佳佳怡洗衣液特别赞助播出。另外还有扫地机器人，还有榨汁机。好、啊、谢谢，再次感谢奶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成为我们的榜样，要向您学习。谢谢奶奶。谢谢谢谢，希望你健康。啊，好的，也祝奶奶这个茶寿没问题，稍事休息一下。好，谢谢二位，再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越战越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三队师生组合闪亮登场。好帅呀、啊、你们好。杨老师好。您好。您好。范老师好。跟大家打个招呼。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董福顺，32岁，来自江西九江。大家好，我是李小燕，今年63岁，来自江西九江。欢迎二位，我们猜一下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啊，你看那感觉，年长的这位人家就应该是老师。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用猜了，人既然让你猜你就有得有这种逆向思维，你知道吗？你反着来。错。我能那么轻易就让你们猜出来吗？啊，我问这个问题就一定代表年轻人就是年纪大的老师吗？互相是老师吧。我是他们俩的老师。赖你爸爸。是我们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老师。你看看，谢谢。哎，这是不加分，这是不加分。谁搭理你？谁搭理你？那小董老师在教声乐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我们准备了一段视频给大家看一下。真活跃。你们呢？挥起来。哇、哦、嘿，不光教声乐还教这个按摩。嗯，这个过程。这小董老师平常还卖点什么别的产品吗？就凭借着这样的教学方式，这个小董老师成为了他们学校的明星教师，而且大家看到了也被我们央视新闻啊这个采访报道，所以今天这样也教教我们这些学生。那就请我们的宝贝儿们上台。好、哦、宝贝儿们上台。啊、哦、老师叫我们宝贝儿。哎，好亲切呀、啊、瞬间。我们这几个岁数都合适哈。岁数这目前看有点偏小了，这老年大学学前班的都进不来呀。不是，我是老年人。哎，这有一个老。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台上的嘉宾们，咱们先集体来试一试好不好？好，全体起立。隔壁二班的三班同学，前边是四班的同学，咱们都学一学啊。所有的同学们请向左转。哦，后者
搭在前者的肩膀上，空心掌拍起来。哎，给我好好拍拍，使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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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给力给力给力！现场的观众，请看好自己的手牌。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最后一位同学，我光给别人拍了，没人给我拍呀。全体都有，向后转。哎，我再给你捏捏。啊！刚才前一位同学对你发了多大的力，现在加倍还给他们，拿起来。哇！哎呀，轻一点，轻一点。好，你看看，有人真下狠手啊！好疼，好疼。这样呢，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肩膀会有一点放松啊？这还真是。肢体的碰撞，本来我们有不同频率的叔叔阿姨，在这种肢体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有一定的交流了。有了交流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些基础的练习，肘部画圆，画圆，准备哈，一、二，吸气走，听不见，给力，一、三、四、五，给力给力，八 ，OK。你们还好吗？还好。好，各位辛苦了，请坐。还挺累的，这应该算是一个热身运动。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了这样共同的一个频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上课来开始带着各位去分享任何一个知识点，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很快的吸收。太好了，童老师，这样就给我们来一个知识点，趁热打铁，好不好？可以。各位平时家里来客人了，我们会拿什么来招待他们？瓜子儿、水、好一点茶。对，茶水、馕。我们基本上家里来了很多好的朋友，我们就非常丰盛的就会做四菜一汤。哦，四个菜我们要精致且味道鲜美，这一个汤我们要做的特别的润，认真听哦。全体都有。一汤。学会了没有？太棒了！董老师，在我们的团员里头，有一位被称为废话文学界的小关牧村。废话文学界的小关牧村。我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啊？一千哥，哎，来展示一下。来吧，先气气，这个就叫专业。可立木残菊，去到边梢。明星时种下了一颗葡萄，果园的姑娘哦，阿达尔汗哦，她静静地陪着绿色的小苗。接四菜一汤。真是这个，哎，比之前有进步。郝仁鹏来一个，郝仁鹏因为跟您一样，他学搞声乐出来的，他自己没搞过声乐，咱家就很自然，很潇洒，不用他定的谱，来吧，准备。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哭什么？我怎么听多少好像洪振鹏这音准超差，我也觉得是吧，站我旁边特别干扰我。我是气声，不是，您是作曲，对，不管了，对。那咱们谢谢老师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我言外之意，像这样的学生也不用花太多精力，他培养不出来了，而且他没有，而且您先回去休息休息。那小董老师为什么会琢磨出这样的方法来教学？我现在平均每一个班有100左右的叔叔阿姨，其实叔阿姨多了呢，我其实说实话我也很头疼，我也有一点不知所措，你这么多人怎么来管理？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上课之前我就会说，叔叔阿姨们呢，请把我们的手机调制成静音，但是在现场你永远都会发现，正上着课呢，正投入呢，突然间来了，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突然间都把你的情绪打断了。老小孩也不好带，不好带。还有一些叔阿姨他们会干什么？我跟您说哈，他们会把自己喜欢喝不同口味的酒倒到这个保温杯里、矿泉水瓶里啊，装上课。哎呦，这课讲得太好了，啊，还得是叔叔阿姨。你会发现这个教室怎么会有酒味儿啊？对，尤其在练这个。
好嘛，护着护着一会儿犯里醉了。还有一我有时候上完课我会说，叔阿姨啊，下星期我会不记名的来抽查作业了。等到下课之后呢，个别的叔阿姨，董老师，哎，我提前向您请个假，我下个星期可能落枕，我下个星期可能肚子不舒服。提前预测，关键已经具有了预测的功能。对了，所以我有时候我真想请加载过来开会，我想开个加载会。啊，这叫加载加载会。对，再这样，请你儿子来了啊。老人也叛逆啊，对，但是呢，通过我们刚才的这种生活化的语言，可以很容易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哪怕大家高兴之后再讲到一两个知识点，那叔叔阿姨们他们也会很容易的接受。李大姐，您喜欢董老师这种教学方法吗？喜欢喜欢，他讲的加上老师长得也比较帅，是啊，他上课让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是吧？那平时呢，我就是在他上课的时候，我就拍拍小视频呢。啊，您还帮他录视频？拍视频，记下那个小的美好。而且这个随着这个在网上啊，就好多人了解了这个小董老师，对对，就是他教学的故事，对对，网上很多人也喜欢的，喜欢的，是吧？我特意找了一些截图，哦，可以看看那个大家的留言。留言是26.5万条，哇，论述达到总分，播放量很高了。老师，这回考试我爸考了多少分啊？别提了，卷子上名字都写错了。老师，麻烦给我爷爷换个座位，他说后面的总大家的评论很有用，下次让他把后边同学的假牙还给别人。回答的很有可能。老师，我家建国爷爷的假牙不见了，是不是落在教室了？帮忙看看，戴前排孙大娘卫衣的帽子。起初我把视频记录下来发到我的个人账号里面，其目的呢是发出来让我们的老宝贝们回到家可以看着视频跟着一起去训练，然后呢同时也可以让他子女来看到他们父母在课堂上这么可爱的一面。没想到呢，起初可能就是我们九江周边的IP 地址，江西的 IP 地址在给我评论，后边我发现怎么开始全国的新疆的河南的甘肃的广西的都有，大家都开始来评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作为晚辈开始对老年人的一种关爱，他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或者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关爱。对，这太逗了，这个方案非常有意思哈。主要是给他们找这种年轻的有活力的老师吧，能够把叔叔阿姨给带的也年轻了。你看今天这四位他们穿戴，这都多大年纪啊，就上老年大学了。哎，再看，我觉得您确实不像特别大，最多50岁。恭喜你答对了，50岁就上老年大学了。我是冲着董老师来，我就冲他那个皮肤白，我好羡慕那个白，帅，我就特别想看他，所以就非得上他的课。你也是个外貌协会。那我想采访一下这个孟非老师。还真像。您多大年纪啊？哎，我今年68岁。啊？哦，真棒，那么年轻。可以。可以看到吗？简单的交流，就在这所大学当中，你看每个人都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说明在这里是快乐的。没错，心态年轻人其实那种感觉就会变得年轻。所以谢谢以董老师为代表的年轻的老师们对于我们老年一代朋友的关心。那今天这样，接下来还是要体验一下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份快乐。那今天师生搭档，你觉得更想和谁 PK？可是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可以，来吧，可以，加油加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挑战时刻，欢迎你们来到一触即发。接下来有请球宝出第一题，请听题：想要唱歌或者发出声音，首先要有声带。那么请问，在下列动物中，哪一种动物没有声带？我们先抢到了，他们抢上了，咱们不能说是吧？你说就相当于提醒。对，那肯定是。5种动物：长颈鹿、树懒、蓝鲸、海龟、企鹅。长颈鹿我们能听见声音，并且它是不是它是这样，它不见得那个没声带，它就没声音，有可能它没声带，但它弄出声来，它能挤出声来。你看我搭档连嘴都没有，但是一样说话。不是他鼻子下面那口是什么呀？我在想，应该是蓝鲸，它的这种叫，它不是我们声带震动吧？雷达气孔，对，它应该是气孔吹出来的这个声音呢。那我们就三，好吧，加油！我们来看看3号蓝鲸是不是正确答案，请准备，3、2、1。
哦，那海龟，那就是海龟。刚才你们哥俩不是说知道吗？哟呵，我知道就不是蓝鲸，很贵，很贵啊！一定是海龟，因为那企鹅，咱在那个电影里边都叫唤它，它有叫唤，对对对。有没有声带我不知道，但是你俩肯定是有的。这俩嘴太碎了，你们俩能不能派一个人接球？你接海龟，我接海龟去。接海龟，行嘞，那接不住我就白忙活了。对，准备三、二、一。那接不住我就白忙活了，确实白忙活了。耽误工夫，但我猜对了，咱们这题是答对了啊。那有什么用呢？说明谁前接球就是看出来，一定不是灵长类动物。对，没接住，长得不太灵。很遗憾，没接到球就不加分了。我们听下一题。请听题：声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缓慢老化。那么下列人体构造中最先老化的是哪一个部位？哎，出手快啊！你瞧，咱这灯坏了。最先是老牙齿，老人会掉牙。腿，人老先老腿。哎，有腿这选项？没有腿啊！眼睛吧？眼睛花不花48？你想有这么句话？你们是首保吗？咱们谁跟谁是这个意思吗？关节了。就眼睛，小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人所有的营养通过小肠吸收，不能吸收营养就会导致其他器官衰老。花不花48？小肠，别急，得听学生的，得听学生的。你俩少说什么？你俩哎，彻底把董老师搅和乱了。我妈妈一般经常给我会提一些建议，再说又算是长辈儿。别说那个，我就问你，你站哪一队？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妈妈话。现在老师也这么叛逆吗？你也够叛逆的。眼睛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哇，接住了！谢谢，人家得一分。你像个谁呢？人那得一。咱们的，您都俩没摁上。哎呀，好，这道题在我们首保团的助力之下赢得一分，来加上一分。还有几道题？还有三道题啊，那都是算3-1。谁给你的自信？我自己。听下一题。说到时间，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个词语“弹指一挥间”，请问“弹指”是多少秒？速度够快啊！弹指是多少秒？有这题吗？你弹一下指吧。1.5我都弹不出来。就2秒。那都到不了。那你觉得呢？肯定是最短的是。谁弹出9秒了？9秒得弹成什么样？那人谁把侯振鹏声带摘了？你说抢这题干什么？你是谁摁的呀？你俩。哎，抢这题干什么？你说谁？那？我觉得就是要我3.6秒，来中间的吧。来吧，来，请准备。你也接住了啊！2-1，帮助你们排除一个错误答案，3.6现在不是了。就这俩学生，一会儿又是小肠，一会儿又是死。我觉得你应该信，为什么？因为刚才他已经猜错一次了，你按几率来说，这回估计对了。来，相信小肠。四，来，请准备。3-2。一，哇，还真是啊！哇，好厉害！为什么是7.2秒？咱们请秋宝来给解释一下。弹指一词最早来自佛经，根据《僧祇律》记载，20念为一瞬，20瞬为一弹指，20弹指为一罗喻，20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30须臾，据此推算，一日一夜有86400秒，依次除下来，一弹指应该是7.2秒。哦，这跟弹东西没关系啊。那我们这道题呢，还是我们挑战搭档答对并接到球，我们再加一分，2分了。请听下一题。请听题，
教育在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产生于什么时期？好，收保团抢得了机会。什么问题来着？私立教育，什么时候有的哈？先把唐朝排掉，因为除了这个唐朝以外，三国、魏晋、西挨的都很近了。他突然来这么大一跨度，我觉得有点儿。唐朝那么盛世，正好得有私立学校。不是，那唐朝就已经鼎盛了，就很。他说起源在哪儿呢？那肯定很早了。哦，解释的很有道理啊。就春秋时期，那时候就有一些学术的争论了，所以那时候有学术争就是有争论，有争论的话，他得有教育，他只要有教育，那肯定当时没有公办就是民办，就是私立的。头一个你试试吧，我也只能试试，分析对了，白活这么多，要不是春秋，那可就丢人了啊！肯定对了，肯定对了，请准备，三、二、一。来，咱们听听球宝的解释，看有没有这么复杂。春秋时期，私学开始兴盛。解释完。好，那我们加上一分，为我们的守宝团。来吧，还剩最后一题了啊！其实无论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挑战搭档肯定是可以晋级了。就是啊，荣誉之战，荣誉之战。对，请听最后一题。请听题：我国饮食习惯中，大多数的绿叶菜都会被拿来作为食物，但是下列哪一种食用后会中毒？我们先抢到了啊！这题还真难不住我。这题我觉得难不住阿姨。阿姨，您觉得是哪一个？土豆，土豆发芽就中毒了。所以土豆叶不能吃。对对。来吧，谁来接？我来接一个。加油！土豆叶会是正确答案吗？三、二、一。差一点点。哎呦，真是感谢，感谢这阿姨啊！这现在给咱们一个机会，你俩派谁？我接呗，肯定他那接。来吧，三、二、一。好。就是说没那么丢人。好，那祝贺我们守宝团在最后时刻再得一分，所以最终五道题2-2战平，成功晋级。欢迎来到巅峰对决，180秒倒计时开始。请问黑猫警长中一只耳是什么动物？老鼠。正确。请问标准视力表上的是哪个字母？E。正确。请问少壮不努力下一句是什么？老大不上杯。正确。请问哪个传统节日被称为团圆节？中秋。正确。请问围棋中被称为棋圣的是当代哪个棋手？聂卫平。错误。聂卫平。哦，请问我们通常用什么动物来形容心跳加速的感觉？是什么乱撞？小兔子。错误。小鹿。二人转是什么地区的曲艺形式？东北。正确。请问七弦琴是我国哪一民族的乐器？汉族古琴呐。错误。壮族。哦。请问传统绕口令扁担长下一句是什么？扁担宽。请问红酒一般是由哪种水果酿造制成的？葡萄。正确。请问蝌蚪是什么动物的幼虫？青蛙。正确。请问性别不同的双胞胎叫什么？龙凤胎。正确。请问歇后语常用猴子捞什么比喻空忙一场？月。正确。请问喜结连理是指人生哪件喜事？结婚。正确。请问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哪一部？《史记》。请问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是哪一部？《本草纲目》。错误。《黄帝内经》。哦。请问我国收录字最多的字典是哪一部字典？康熙。正确。哦。请问中国大陆最著名的雨都是哪里？
常州。错误。雅安。请问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是哪种动物唱给小白兔的？大灰狼。正确。请问时间到。还行还行，一记大灰狼啊，至少咱们今天啊得了一下，不白来一趟。哎，特别为你们准备的是王老吉润喉糖，本节目由王老吉特别呈现，王老吉润喉糖，清凉润喉，清新口气。再次感谢，谢谢，稍事休息一下。今天呢，三组搭档来到我们舞台上挑战呢，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学校里的生活当中的老师教会我们的本领。那还是那句话，再过一阵就是教师节了，不要忘了给老师送上我们的祝福。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越战越勇》，我们下周再见。